来，九点钟报告。
结论用报告。咱的咱等的吼，等这个头皮转来吼，等头皮转来，啊，有点卡吼，才谈好来落地。啊，今日讲报告吼，咱等的因为啊，先要选择要伫遮自驾，吼，要伫遮休眠。咱明仔早起，明仔早起注意听吼，大家安静，明仔早起。6点起价，非常感谢，感谢着咱大家伫南疆当干指挥，感谢着地府党的吼，大家遮尔啊热心，来供应着天上圣庙吼，非常感谢，还佫有咱立委吼，国旗的咱这民意代表，非常欢迎我们立委严宽恒，以及我们台中市议员杨启邦，还有我们李文杰，非常欢迎。咱等下吼，甲各位报告一下，咱的头期还袂转来，吼，咱等下头期若过来的时阵，会记得留一个空间，予咱头期去吧。咱有180,000的千军万马还袂转来嘞吼，咱等下稍了留一个，予咱这头期的民众转来了后，咱再来落马，吼，咱再来落马。咱的主笔的，咱这便当嘛还袂到位嘞，吼，等下会送来到庙前，吼，若有住伫遮，也是讲吼无遐赶紧离开的吼，咱的便当等下会到位吼，因为咱嘛唔知影讲圣庙较早就休假。明仔今日今早一次宣布，明仔早起6点起价。立委哈，个议员，副议长啊，甲咱接待。当然，我嘛知影讲大家今年啊，拄好十月要来做酒，当然是妈祖上来遮来上会一下，可能用也袂看。而且大梅啊，大家来参详知名会，参详好势。当然，别说到江边江，今年啊，伫做酒时间，阮嘛一定来参与哈，大家来两江来做一交流。啊，而且嘛，将咱闽南江啊，行为精神啊，永远充满力啊，两江一语相传。感谢，感谢。诸位拍摄，迄个步骤下，讲哦，有人甲迄，咱的迄落迄。香炉，甲当作迄个手机架底下咧挖咧，拼妈祖安尼啊，安是咪对妈祖来讲是个足不敬的迄个。当然啦，对妈祖即个什么代志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今年哈，咱报万将近180,000人哈，算起来，甲去年有66,350人是新人啦哈。当然，伊对阮妈祖特殊的妈进香的活动，有一寡规矩伊较唔知。当然，你若讲妈祖的叫神叫主母，是敢那对妈祖的不敬。当然，直接嘛，大家呼吁，而且咱尽量卖去。望妈祖的叫，对妈祖是一种尊敬啊。咱家信徒摕物件食食，是咪拢爱收好安尼，唔好弄。啊，当然啦，即个咱一寡点心、凉水，嘛是咱神圣的礼数，甲咱联谊会、甲咱幼工的赞助，当然伫遮呼吁咱的善男信女，甲咱乡邻家爱讲。较欠的，较欠的用的吼，因为这是浪费的食物。你若有家己有法度食偌济，摕偌济，另外一路上，咱的神圣的民俗啊，都供应给咱的食物，这不是伊应该要给咱的，是伊的发心啊来提供给咱食的哈。而且嘛，呼吁咱的乡亲家啊爱惜食物。啊，注意想讲透早，阮妈做的神像，阁要进庙内，遐阁有一个信徒讲供的庙头前啊，安尼想讲较无好安尼。什么供的庙头前？就是讲甲供的，无要入庙啊，不然人有甲供哦，啥伊卖入庙。安尼哦，即阮因为大家哈，即几天来，大家无去注意这个代志，啊，恁拢有注意哈，而且阮会去了解一下。啊，这种信徒安尼，那边啊，比较红，那边来讲。这一般的个人行为，阮嘛无法度去了解到遐啦。地府当对这个代志，官庙的一般的行为，咱无法度去。小事情都会啦，对啦，正常，正常，嘿啦，嘿。啊，主要是咱这个庙，咱这个正南宫安尼啊，是第几届、第三届啊？第
朝阳路当然有讲第三届，啊，这是真好的代志，大家姊妹啊来相会吼，啊，用来参详一下，人因代驾，伫年底嘛要做大奖，所以吼，这是真好的代志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